家吼，范伟吼，来个徛起来，拍拍一摆。我的常务理事，我是安的，洪青生，对不对？叫什么？东海协议杯台，赞赞赞！东海协议杯台，赞赞赞！东海协议杯台，赞赞赞！还是吼，一开始的时候先来讲这主管，这物件哩。咱拢因来看这人，因只讲因的行为就是做无文明的，所以我只讲听爸讲。这些人就是土匪，台湾会当有免疫恐惧的自由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若根据安尼，咱台湾，吼、哦！啊，我甲伊简单写讲 ，to be dedicated to motherland Formosa， 安怎咱的钱拢摕去国外，咱家己的家园要放互荒废嘞，吼、哦！所以一定爱认同咱土地，一定爱向咱的食物拢有，吼、哦！所以真心想，咱爱来。重新来恢复咱台湾人的自信甲公允感，吼、哦，真心上爱恢复咱的这个自信。这个绝对是经济变更的最重要一步啊！所以我们当中很多朋友都非常积极，在后来我们都一起去反国贸。没有改啊，不改啊！那这个国是足两公的国，哦，比如讲我刚才电视讲就讲，咱的司法的体制是一个假的体制，宪法的体制嘛是一个假的体制，你看。中华民国这个体制拢是做啥物？咱的台湾的特产即卖是啥？台湾即卖特产是啥？对嘛？咱的特产就是官员上侪嘛。哦，司法机关最高的美国有一个最高法院，九个大法官人要解决伊司法的问题。结果咱有最高法院、司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公务人员惩戒委员会、到法官会有五个单位。这更是你要建立台湾国的国，所以我感觉真危险的，讲你到底你要建什么国啦？你是要建立一个专制体制的台湾国，还是要做建立一个民主的台湾国？我们的都是在失败，你到今仔日大部分的人咧歌颂，拢歌德派，每一党都歌德派。足多人拄到阮，就讲啊，以前啊，足感谢恁咯。当时无遐勇，今仔台湾无这个民主，这个话吼，拢恐人心的话。啊，好啊，再我头清醒，我袂怎啊坐遐红白，啊红白就变臭头壳啊。美丽岛是遐失败，足多人无恁美丽岛无后来啊。我甲老教授咧讲，唔好去学咧玩美丽岛。美丽岛亲像一个查某人，啊生一个囝四个月死啊！哇，你这查某做伟大嘞！恁某恁囝后来做总统嘞，恁囝后来做博士嘞，敢不是？美丽岛失败主要，我这几十年反省，我用我做美丽岛反省，讲予现在咱。有志为台湾的拍拼一个新的局面，